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样跟一个爱说叠字的嗲嗲女说分手。哦，教学没有教，你就带她去吃火锅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带她去吃火锅，你听我娓娓道来。在吃火锅的时候，你就假装好心的说，指着牛肉就说：“你想要吃牛肉吗？”她就会说：“要，想要肉肉。”因为她很喜欢耍可爱嘛，这时候来了。接着你就，迅速的再指向贡丸，就说：“你想要贡丸吗？”他说要，我想要玩玩。哎呦，这时候就说那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想要玩玩而已。